这样的亲吻说明情到深处。俗话说，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全部，真正爱一个人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顾忌，情到深处已经抛开所有面子和牵绊，你也会愿意这样亲吻对方。一，没洗的头发，你已经几天没洗头了，见面时他还是愿意把你搂在怀里亲吻你的头发，也不会在意你那油油的头发，而且还会帮你洗头发，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哥哥那样，绝对不会有一丝的嫌弃。二，刚吃完饭的嘴巴，即使你刚刚吃过东西没来得及漱口，他也不会介意，还会去给你一个深情的吻，然后再帮你擦嘴巴，也不会介意残留在嘴巴上的食物残渣。三，早上醒来没刷牙，每个人早上醒来都多少会有一些口气，可是你们就是不在意，因为爱情一切都那么甜蜜，一切都那么自然，而且早晨的一个吻，一天的开始都变得心情愉悦。四，脚丫子，爱人之间喜欢互相打闹嬉戏，有时候在沙发看电视就直接抓过对方的脚丫子，然后挠痒痒让他哭笑不得，有时候还会打起来，所以爱情的美好可以不计较任何事情，包括脚丫子，这样的爱情多么美好，你羡慕吗？